人生最大的目标莫过于可以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梦想安乐窝。我的选择是富丽公主湾，买房无非三个重点：地点。富丽公主湾是富丽集团精心打造的首个海外综合体项目，位于新马地关口国门地标，与新加坡仅有一桥之隔。富丽公主湾住户只需下楼到富丽广场 Level 1，再经过长达650米的 CIQ 连桥，步行就能直达地铁口，青山关卡非常方便。除了交通上的便捷，身为富丽公主湾的业主，我最喜欢的不外是生活起居饮食上的便利，只需轻松下楼就能抵达一站式时尚休闲购物中心富丽广场 R&F Mall。以提供各种优质、新鲜和季节性产品而闻名的高端超市 Jaya Grocer 位于富丽广场的底层。对生活素质有要求的你，肯定跟我一样喜欢来这里采购日常需求品。除此之外，住在富丽公主湾真的很幸福，为什么呢？跟我来吧。只要到公寓四楼就能够享有多种设施体验，无论是运动放松身心，又或者是休闲娱乐，都一应俱全。我现在身在四楼的健身房里，非常宽敞舒适，在这里运动最好啦。走，带你们去看看其他的设施。除了常见的健身房、儿童游乐场以及泳池，富丽公主湾当然没忽略业主们的阅读兴趣。社区图书馆环境舒适，拥有不同类型、不同语文的课外书，让业主任何时候都能够享受阅读的时光。此外，业主也能够到乒乓室或台球室好好释放压力，说不定能够结识到志同道合的邻居呢。女生最喜欢的瑜伽室和桑拿室，这里也一应俱全。一系列的运动设施，让您在充分享受运动的乐趣之余，也可以得到身心上的享受与放松。如果你喜欢慢跑的话，户外的休闲跑道就是为你量身打造的。就算家庭中有老人，这也有专门为年长者而设的乐龄人士运动区。贵为豪华公寓，当然少不了高端设施。就好像我现在身在的红酒雪茄室，如果你跟我一样是富丽公主湾的业主，就能够享用这些高级设施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新山首座歌剧院苏丹后查理苏菲亚歌剧院 Permaisuri Zarif Sophia Opera House 也是富丽公主湾项目的一大亮点。这座歌剧院由富丽公主湾倾力打造，并于2017年7月11日正式对外揭晓。歌剧院以首创钻石形态为设计风格，内部规划面积达到5000平方米，可容纳500人。其豪华演艺厅、商业街和艺术空间交相辉映，将承办交响乐、爵士乐、歌剧、话剧、芭蕾舞剧等大型演出。歌剧院作为富丽公主湾业主专属高端艺术配套，又是新山 CBD 标杆建筑群，将迅速提高新山的商旅接待能力，并拉动项目的物业升值，与新加坡滨海艺术中心携手见证亚洲艺术文化传奇。作为滨海商业中心6颗钻石中最大的一颗，苏菲亚歌剧院寓意着新马海峡阳光下一颗灵动的宝石，更是公主皇冠上闪耀的钻石群之首，承众星拱月之势，璀璨屹立于新马国门地标前，集万众瞩目，汇聚全球目光于一身，定能成为新山的新地标。另外，富丽公主湾也汇集5星级酒店、超甲级写字楼、滨海花园长廊、滨海商业中心、奢华天际会所、国际时尚公寓等多元顶尖业态于一体。经过5年的发展与建设，
已从一片平地蜕变成今天这个颇具规模、配套丰富的新马明珠。夕阳西下，漫步在长达 1.8 公里的滨海花园长廊，是富丽公主湾业主最大的享受。你是不是也和我一样，下班后喜欢漫步在滨海花园长廊，或来到游艇码头俱乐部？这个游艇码头不但可以让业主停放游艇，还能享有当中高端设施体验，甚至出海吹吹风。看完这些，你是不是也对置业富丽公主湾产生巨大的兴趣呢？富丽公主湾一期公寓已完成交楼，而最新推出的二期塞纳天地 Shen Region 目前正在热销中。想要在这国际滨海区拥有属于自己的梦想家园，现在就到销售中心了解详情吧。